face and skin care, skin whitening, permanent hair removal, skin rejuvenation. Gene Yip, be somebody. Gene Yip 美发美容瘦身集团，让你展现魅力百分百。魅力百分百，活得更精彩。经过了一番龙争虎斗之后呢，我们的参赛者终于出炉了，而且呢，将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。有故事的人成功打动评判，进入下一圈是第一步。可是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专业人士的帮助和指导下呢，成功的甩掉身上多余的脂肪，实现梦想，迈向新生活。好，这个时候就来一起看看这一集的主角 Yvonne 还有他的故事。我不敢照镜子，因为没有信心了，衣服也穿不下，很多都不能穿了。出去的时候，大女儿出去的时候，曾经也有一个小孩子很天真说，妈妈你看，安迪有 baby 在里面，其实我已经生完孩子。
情了。万已结了婚，却没有拍婚纱照。后来怀孕生产，体重一直减不下来，让拍婚纱照的梦更加遥遥无期。虽然她一度希望改变身形，可是因为过去